倒流啊！晚一倒流要带黑暗收割，还要带疾跑，最好要带个猫咪。而且这个分段我也不会去玩，容易出事儿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我点了吃药加速啊。没 Q 到。这你都杀不了，我的剑准备好了。啊，这不随意都杀了。把那个眼 A 了，他有点燃，他把 Q 用去补兵了。他一好不了的，我 W 八秒他一才能好，他一好不了的。哎，最后一秒好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中单呢？中单没有过去包他，是的，爆米花，他有点燃，岩雀可能也在，这不开一挡我暴击 Q 上来，感觉岩雀在，岩雀应该在。你还不交易，这还不交易，我 Q 是小兵的，没 Q 了他， Q 了他就死的。你还敢跳上来，哎呦，岩雀要交闪吗？哇、wow、剑刀 W100E， 要刺得快，刺得很。没办法，今天开不了，今天，等明天吧。
这牛的，他也买了个腐败药水。嗯哼，耶！切！我的剑准备好了。他吃腐败水加速啊，你是比我快，没 Q 到他。 还不走，什么意思？减速到了，你觉得你，哦，闪现，还是让你拉开了？精准而优雅。 还不交易？他觉得他六级又行了，又能跟我打了。他们把你搞得都不敢嚼干脆面了，没有啊。 我只是现在不想吃干脆面，我换着吃不行？谁说我就一定要吃干脆面？再打个鞋子。我骗了我 W，W 空了，还可以啊，这都骗我 W。 没那么蠢，650，他之前，不然我刚刚 W 减速到他，挡他大技的，他死了，他骗了我 W。 反应慢了呀，他都晕过你才 W。我这 W 不是挡他 E 好吧，我这 W 是要挡他大招被动加 W 减他攻速移速，我又不是为了挡他 E 好吧。不要犹豫。 他好像有闪，精准而优雅。
来嘛，你还不交易啊？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行了是吧？还想出防御塔跟我打？带了七灵神弦，七灵神弦回不了多少人，不要太指望他。幸福我没燃，还有双招。宣刀没用，太脆了，不好一打起，不好操作。想 Q 躲我 E， 想法很好，但没躲到。招点燃吧。一塔都没了，我看少吃150。连续没大，我从不退缩。武器刚刚复活，移速比我快，不追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红惩戒。哇，红惩戒烫死的。没办法呀，他有红惩戒，他没红惩戒，说实话，这波我不怂他的。他拉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打不动他，加了20的双他，让我来制裁他。黑头，干嘛？
还有个武器。这不一换五，死了个最帅的。做红 buff， 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白金钻石分钻，摄像头不能镜像回来了，就这样挺好的呀。哇哦，这两个头都是你的。对面没控制可以点爆破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我的剑准备好了，没人来保先锋吗？从突然想到大招跑，这不想到大招撞我吗？他不往我这边走，不给我人头。减速，你要拆塔是吧？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
来了。你干嘛？我不想杀你的，但你别逼我。K 头。开始送死刘猜塔了，下路打不过他。2450，不要犹豫，我有进化。他往这边闪的。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送死流，又是战争！我操，队友都一波了呀，哥们儿，不要一波呀，给个一打五的机会，他还搁这断兵线。想死是吧？虫子。